哎，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十块钱挑战一下憋气赢奥特曼卡片。我最近在家可是练习憋气了，看我十块钱怎么给你拿到这个三周年。你就吹吧。吹什么呀，老板？拿两次的。你这个三周年一会儿我就给你拿走了，咱们开始吧，老板。什么？啊？我塞鼻子是吗？好，开始赢三周年了，兄弟们。喂，老板，哎，我肚子不舒服，我先上厕所行吗？哎，我肚子不舒服，上厕所吧。老板，我回来了，我们再继续开始吧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得复位啊，这第二把了是吗？对，好吧，刚刚身体有点不舒服，现在我们继续挑战一下这个三周年。等会儿啊，还要补鼻子，好吧，准备好了。这个是1分53秒，哎，马上到2分钟了，能把三周年给我呀？这写着呢，玩这游戏后果自负。那你看我这哎，都呛一鼻子水啊。那没办法，我这有一个三周年的包，你看吧，你和黑钻选一个吧。这个包值多少钱呢？这包值个100来块钱。那我选一个，我第一把是应该是一个实验包吧？第一把是个实验包。对。这样吧，你再给我一个5元包吧，行不行？我就选这个了。我就发现你这有点得寸进尺啊！哎呀，不要给我一个5元包。不给，给你吧。啊，谢谢老板啊。下次你再玩的时候不要吹牛好吗？能读出这个字的人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。下面我们开始拆卡，兄弟们，这个三周年这个卡包真的是太帅了。今天10元钱，哎，换回来这么多卡包，真是太值了。看来这个憋气还是要常练的，还是先拆这个5元包吧。哎。哇，贝利亚呀，一个贝利亚的，哎，贝利亚的一个 SSR， 这个卡片好像是很少见的呀，很少见的，这个卡片不错，这些都是废卡的。再看一下10元包，哇，哎，一个 LGR 呀，盖亚的维兔型 LGR， 哇，这个攻击力是153000，这个不错，放在这里，两张好卡了，我再看一下。SR 的泽塔，哎，哇，
这个太帅了吧，一个 SH2 的托雷基奥特曼，哇，这卡片太帅了。哇兄弟，它是这种镶金的卡片呢，这个太牛了，这 3D 效果也非常酷炫。想不到啊，这十二芒星能开出这么好的卡。哇，再看一下这个三周年，哎，三周年一个芝顿的 HR，SR 的维克特利 ，SR 的艾克斯，泰迦，哎，哇，一个 UR 的西卡利奥特曼呢，攻击力是151000，哎，一个 LGR 的特利迦空中型，攻击力是156000，哇塞，哇，兄弟们，一个迪迦奥特曼的 XR 卡哎，一个大头迪迦啊，这个后面是一个迪迦的变身器吗？哇，这个太帅了！这个角度看这个迪迦的 XR 卡真的是太帅了。今天开出了这两张非常非常好的卡，还有这三张非常好的卡，还有这张很好的一个贝利亚。